北郊区的一起河堤奸杀命案，今天一早被台北地检署依被告身份传唤。方丽被羁押了耶，检方现在认为他涉嫌重大，申请的检察官是赵丽。放着，夫妻一场，我不想伤害你。拿什么立场去保护人家？我喜欢你。周六晚上10点，中天娱乐台，最佳利益。